每年元宵节，北投的关渡宫都有灯会。今年特别规划了三个主题花灯，有国际马戏团，还有爱丽丝梦游仙境。当然，今年是蛇年，不过呢，庙方好像因为怕蛇得罪了某个神明，所以把花灯的主角蛇改成虫，也让可怜的小龙变成了小虫。请剪彩，剪下彩带，关渡宫花灯展正式展开。这次的花灯，庙方结合妈祖绕境，主灯也采取自妈祖为民驱虫的传统故事，用茶虫作为主轴，而不以蛇作为主角。庙里哦，很难呈现这个吉祥的蛇的这个画面，驱虫也不是代表蛇了，但是这是真实的故事啦。除了主要展区，还有其他特色主题。庙方特地采用经典童话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，不管是扑克牌红心女王、赶时间的白兔，还是隐身的喵喵猫，都是小朋友最爱。除了童话故事，还有马戏团电动花灯，配合灯光特效，还有音乐，在180公尺的舞台上带来23种马戏团经典表演，像是荡秋千、老虎跳火圈，还有旋转地球仪跟炮弹飞人，精彩表演栩栩如生。比较现代化，比较可爱。喜欢哪一个动物？大象，就感觉大象比较可爱吧。关渡宫花灯展每年都会吸引数十万名民众前来观赏，庙方这次砸下350万打造3种主题花灯，希望带给大家不一样的感受。民众不妨趁着元宵佳节来趟关渡赏美景、看花灯。UDN TV 尹志刚、郑希台北报道。